看看，真的骗比较帅哎。哎呦，你不要这样苦一张脸嘛，笑笑啦，笑笑。笑一个卡哇伊呢。你看他这样多可爱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八哥，你是不是有心事？我跟阿罗爹，对面鸡鸡啊。谁敢欺负皇天的老爸？他是不是活腻啦？ 反对而反对啊！我们一定要代替老爸惩罚他，爸，他车子平常都停哪？我就不信他都不会违规，我负责拍照检举。姐，负责开罚单，我们姐妹俩联手一定把他罚得彪彪的。没错。你们两个，不要跟着发哥起舞。到底人家总经理有没有这么机车？还是我们家发哥年纪大了难相处？ 我们不能只听他片面之词啊！哎呦，这个囝啊啦，你去问阿灿阿英，我若无还钱吼，搁帅气，我就GG啊！哎哎哎，不要这样看我啦！我跟你们讲，谁敢欺负你们老爸，我的老公，我是第一个跳出来跟他拼命。 明天我先帮你送个便当去公司，然后打听一下看看你们总经理到底有多机车。哦，嗯，妈，初见面气势不可输。黄天真，你觉得我会输吗？就是妹，哎，不要怀疑母后的威仪啊！啊，去，是小的失言。 皇后娘娘让小的伺候您回宫吧。小心小心，哀家回宫休息去了哈。晚安，皇公公。哈扎，记得把客厅收拾收拾哈。扎，皇公公。好笑吗？别闹心了。 皇公公，快来，我等一下，快。哦，好。哇，我不过在电话里提到一下，不到一小时就买这么多螃蟹料理来哦，速度真的好快哦。我想说，你就快要上菜了，你不早点选，要是不满意怎么办？你先试试看，要是不满意，我还有几家口袋名单。 好吃吗？饭啊，多好好吃哦！好，这怎么会是那个脸啊？越好吃就越难做啊！说到读书，我很在行，但讲到做菜，好烦啊！没关系，看你觉得哪一道最好吃，有胜算，我们再来研究它的食谱。套用丁香工程实作来拆解螃蟹料理，难不倒你的。 可以啦！哦，你不会发现啊？不会啦！反正你要不要再想？不，哎呦，你在怕什么？我叫门你哈，你两个人做啥哈？爸，这是我同学啦。哦，你们要干嘛？哦，我们那个……哦，爸，他帮我送螃蟹料理大菜的菜啊。哦，螃蟹大餐哦。嘿啦。哦，啊，你们这大螃蟹就对了哈。哦，送螃蟹有这样炒吗？能看吗？ 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冠军奖是我们家的。怎么样啊，老妈？是不是超级有面子的？真的是太棒了！还好天蓝这组得冠军哦。
你居然给我作弊呀、啊！啊，对啊，你给我讲讲，你讲我面子小，你知不知？啊，竟然去天山路边摸黑来跟人比赛啊！我怎么知道评审嘴巴那么厉害啊？一吃就知道。嗯、欸，你以为学霸什么都会吗？告诉你，学霸唯一不会的就是不会作弊，太丢脸了吼！叔叔，请你不要怪天真，是我看他准备的这么辛苦。煮出来的味道都不对，所以我才提买现成的。你该聊天吗？我还没有调查你，还替我女儿背黑锅。你有什么目的？黄师傅，你要骂骂我这个提议的人啊，关他什么事啊？你闭嘴！你爸在办案。说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几年次？几月几日生？报告叔叔，我叫庄一宇，是83年10月8号生的。抽不抽烟？喝不喝酒？有没有不良嗜好？我不烟不酒不嫖也不赌。两位放心，我绝对没有不良嗜好。那你猴子干嘛？那他是问你毕业以后想要干嘛？啊，我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。坐。他说你坐。坐啊。交过几个女朋友啊？有几个兄弟姐妹啊？爸爸妈妈在哪高就啊？黄师傅，嘿，你不用这样问他，他是我同学，不是男朋友，不要一直拷问他。报告叔叔，我是肖兄徒子，爸妈都在学校里当教授。哦，好好好，你坐下来说就好了。叔，螃蟹作弊的事情真的是我怂恿天真的，但现在我知道错了。我以后绝对不会鼓吹天真走这些旁门左道的。干嘛帮我挡啊？叔叔，请你不要怪他。哼，小马知影这天真变的把戏，这老实，以后绝对哦叫天真阿死死。嗯，袂歹，加1分。